当你登入新北市医学院之后，第一件事情，请你做一件事情，在右上角，请你选择编修个人资料，请在文德国小后面，就是姓氏的后面，带上你的职称。如果你是老师，你就补上我是级任或者是科任。好，我是资讯组长，就请你补上资讯组长。那小朋友，请你补上你的班级加座号，假设我是六年一班40号，请你补上这个。那这样做是方便老师去确认你的名称跟排序的问题，不然老师看到一堆名字，尤其是科任老师看到一堆名字，他无法辨识你是哪一个班，在做排序上会有一些麻烦事，就请老师或学生配合一下。那在学校管理上面也是一样，我看到了你的名字，可是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职务，这样子在一些行政流程上会有一点小麻烦，所以请大家这样做。做完 会如何呢？更新你个人资料之后，你就会看到你是谁，哪一个学校，你的身份，然后你的姓名，这样在成绩的排序还有我们在任务的分配上会减少很多麻烦。好，这一点就请大家协助帮忙配合做。